最难最难受。舞台上出现意外怎么办？时代峰峻的孩子均临场反应大师，三个人必忘走位的 TFBOYS， 哪里有空我就钻哪里。舞台上忘词也能给你找补回来。想去看远方的海洋，用弹弓打鸟，头在水上。现编的词儿多少有点豪横啊！易烊千玺在跳舞时帽子掉了，但他完全不受影响。当马嘉祺在飙高音时被呛到，咱们小张张也能给你拉回来。哎，怎么还被呛到了 ？OK。看吧，张真源这么多饭也不是白吃的。张真源除了会干饭之外，他还是个维修工。当贺峻霖在现场舞台被衣服卡住时，他不慌不忙地化解尴尬。我就是希望自称白驼为敌。